嗰边阵营人人有咬牙切齿，喂，你哋究竟又想争啲乜？为咗啲乜？又想征服啲乜？证明啲乜？但系你又有冇问过自己做过啲乜？啊，有钱真系好，唔怕老土，我都问咗你一句，佢哋又做过啲乜？你哋准备咗咁多，系咪为咗证明俾人睇？证明俾人睇，你要企乜嘢位？你要有几威？这出边啲人，你睇你点睇？佢哋净系认为有钱就要威，世界冇道理，自发系吃亏。你要威，咪睇下你点发挥。做啲嘢出嚟咁肉酸就赚，自己冇面自己落，自己面冇人帮到你，冇人睇得起你，自己玩死自己。原来你打生打死都系玩死自己，你死唔会有人可怜你。太阳流强根本就为好合理，竞争都有分良性恶性，唔系话一味死忠一味好胜，根本胜负就唔代表乜嘢，最重要系你用乜嘢心态睇嘢。等我一夜打残你，等我一夜打残你，等我。